就在昨晚，第54届台湾金马奖落幕，老戏骨图门凭借电影《老兽》夺得最佳男主角。而在休整期内，凭借电影《冰之下》同获影帝提名的黄渤则汗湿影帝。不过早就拿奖拿到手软的黄渤也未因此影响心情，今天一早他就在微博晒出两张与雷佳音、徐伟宁、舒淇的搞怪合影，并配文：昨夜金马奖落马大 party， 竟然没心没肺的愉快了起来，原来这也是一种动力，希望遇见下一个更好的自己。而在更早的凌晨时分，黄渤也在微博发文，虽然没拿到奖，依然想感谢，感谢所有帮助支持我的朋友伙伴，感谢我亲爱的团队。而网友们也纷纷留言力挺黄渤，称希望渤哥能好好休息，你永远都是我们的最佳男主角，期待越来越优秀的演员黄渤。也有粉丝调侃，头围巨大的黄渤和雷佳音终于相聚了呢。